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。今天给大家录这个。我他妈的终于攒到5600了，终于攒够两次十连的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像我这种脸黑的人能抽到什么呢？什么都抽不到，对不对？这个音乐好吵，放音乐吧。哎，巧了。来吧，我们去十连。还是比较喜欢用手机录啊，这个习惯了呀，对不对？我操，我有点紧张。先买十张，再买十张。好了，我没有钱了。啊，没有钱了，走吧。我们去补给。啊，相信单抽出奇迹。我感觉我脸很黑，所以什么都抽不到。啊，是吧，果然。没关系，只要心里想着我要的不是这个，我要的不是这个就行了。对，不，我要的就是这个。像那些单抽出月光的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。哦，还有单抽出给凯的，对，我什么都抽不到。What？ 好了好了，一般般了。这游戏真好玩。我感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，毕竟脸黑没办法。这个补给卡买多了有点心痛，虽然我没有花钱。哦，我买了月卡，这要再抽不到角色我就要疯了。结果现在还是没有压低，好尴尬呀。啊，像我，你们肯定有的人问我为什么不下一个那个录屏软件呢？但是，我这个导入特别麻烦，因为这个 iPad 我现在都不敢那什么了。What？ 刚才是黑了吗？果然这个 iPad 太旧了，需要换机子了。真的，蓝天白云我都累了，然后你看它这个动画都没有了，你在搞什么？其实不用对焦也没事儿，因为你们明知道没有什么好东西嘛，真是的。先退出去，重来。你看我的动画都没有了，看来他知道我抽不到，脸黑，告诉我脸很黑。哎呀，大哥，我知道我脸很黑，你能不能别这样子欺负人啊？真的让我逼我出保底吗？啊，我整个人都懵逼了，剩遗物也没有，真的动画都给我卡没了，脸黑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，这也太黑了，脸黑的动画都给我弄没了，告诉我脸很黑吗？保底吧，虽然我知道这样子更黑，然后你看黑成这样子。我都不敢点。啊，我其实并不想啊，白练，我不想要碎片呐，他妈的看到粉色我他妈要疯了，但是妈蛋，嘿，这神他妈的保底呀、啊！好好，我认了，我认了，这游戏真他妈的好玩是吧？真好玩，用这有个屁用！我得领下任务啊！哎呀，我操了！哎，我看看评论。我的，他们有人抽到了游侠，算我有游侠吧。啊，太飞了！那些单抽出鬼凯的，快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办到的？我唯一的 S 居然是牙医，哦，今天刚升上去的，好尴尬呀！啊，我想想看，
我的天呐，反正是，好吧好吧，都差 S，行了吧行了吧，我认了，我就是飞，我就是飞，没关系，一直这么飞，从未被超越过，唯一的 S 居然是自己靠碎片生上来的，好吧好吧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这个游戏我要卸载了，我告诉你，再见，拜拜，有你们真好，一点都不好，磕不起了，还好我们不磕钱，我还是好好养我的宠物吧，不养你了。养几个妞而已，为什么这么麻烦？我养那么多宠物，一个月都没那么多钱，好吗？再见，拜拜，我都不想调戏你了，再见。